先吃三颗。现在39公斤，去上个厕所。掉了1公斤哎，好夸张哦！而且我刚刚上厕所超顺畅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晨一。我以前就是蛮胖的，然后呢，常年都有宿便的问题，都气色不好啊，然后有长痘痘，一整天都是没什么精神。那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不一样呢？气色还好，身材也还 OK。其实我有一个小秘密，超速畅草本小酥丁，这个呢就是维持我好身材的秘密。像其实我刚刚才跟朋友大吃大喝完，但是我就是真的很爱吃，所以我回来又订了外送，先吃三颗。3 hours later， 再量一下体重。现在39公斤，先去上个厕所。5 minutes later。好夸张哦！哇哦！而且我刚刚上厕所超顺畅哎。原来啊，超速畅草本酵素精它已经出过很多代了哦，那想必它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才会那么有名啦。先来讲一下这个综合酵素，它呢就是可以帮助你的肠胃蠕动，避免肠胃堆积一些不好的毒素，提升新陈代谢，整个人气色跟身材就变好啦。再来就是这个超级水果诺丽果。它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抗氧化剂，可以帮助你提升睡眠品质，还有排毒等等。接着就是决明子啦，它就是可以帮助我排便顺畅，抑制多余脂肪合成，让我的身材保持在最佳的状态。那它让我最安心的地方呢，就是它有通过国家的 SGS 检验合格认证，有这么严格的把关，我还有什么好不放心呢？我的下半身跟下半辈子就交给这个超速畅草本酵素定啦。我体验都这么有感了，你们不来试试吗？推荐给你们哦。